薇薇，今天热闹了，怎么热闹了？来了好多美女啊！外语学院的江如如、化学系的李涵宇、校花杨，就坐在旁边。哎，这算是咱校两大美女第一次同时出现吧？好像是啊。哎，早知道这个孟逸然要来，薇薇你就应该穿那条红裙子，绝对碾压式击败，把她完全压倒，好吗？ 是啊，孟逸然的身材比起我们家薇薇也差太多了。其实我们家薇薇的脸比她漂很多呀。去年评选薇薇那张照片谁偷拍的？拍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和孟逸然那张特写相比，实在是太吃亏了。就是呀，薇薇还不让我们传她好看的照片，她就应该在拍戏。就是。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哇，薇薇你发财了吗？买那么多好吃的，多少钱呀？我要吃这个。 哇，竟然有我最爱吃的芒果干儿！还有餐烧腰果。哎，薇薇，你怎么没买我最爱吃的那个饼干果呀？有吃的你还挑？吃，错了。哼，大神三分钟搞定这么一大包，你们还指望他挑品种吗？哎，薇薇，你是不是面试上，所以买零食庆祝呀？算是吧，面试过了，怎么样？ 这个过程比较失败，结局比较意外。哎，你管他有什么意外，反正过了就是好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今天肖奈大神一定会来呀！我当然知道他要来了，你们系的零食还是他买的呢？哎，我说，今天是我们计算机系和建筑系的比赛，孟逸然又不是我们系的，他来干嘛呀？不是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。 帅哥是全宇宙的共享资源，你不能有戏派偏见。来，你看一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薇薇薇今天肯定会来的，像她这样的女生怎么会放过这样的机会？这个腰果好吃，给我一点，别一个人吃光了，好吗？吃这么快，讨厌。 来，抓紧时间，都回自己座位上去。来，来，都动起来了，来，走，走，走，开始。哎呀，老三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人呢？跟你约会那人呢？对啊，我都发短信让好妹赶紧过来了。跑了？啊？跑了？跑了？被你们吓的。我长这么可爱，我能吓着谁呀？ 和他说话的大概就是电话里那两个吧，会不会是于公、猴子九他们？好了，换衣服。依然，刚才肖奈在看你，应该不会吧？这么多人，拜托，这里这么多人都是你的背景板，好不好？何况你跟肖奈不是在你舅舅的公司见过吗？他肯定对你有印象的。 薇薇薇不是跟他坐着一节课，一句话都没有说上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没说，刚刚肖奈在看谁呀？孟逸然吧？不一定吧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美女呢。可是刚刚肖奈看的是我们这个方向，是不是就也只有孟逸然了呀？我想起来了，肖奈和孟逸然说不一定认识。 肖奈唯一一次参加咱们学校晚会的时候，孟逸然也上台了。虽然表演的不是一个节目，但是人家都是民族乐器啊，说不定有什么交流。
人肖奈不一定在看女生，好吗？你们干嘛把她想得那么俗？拜托你别天真了，肖奈什么时候看过咱们观众席啊？那都是旁若无人的。肯定有目标了。真相只有一个，他在看我。好了，阿泽，他来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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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猴哥，我刚才看见老三往看台上看了一眼，其中必有问题。我第一次觉得你的逻辑无懈可击。你说老三，脸长得好就算了，身材那么差。你别岔开话题呀，老三，快说呀，你到底看谁呢？看哪个美女呢？我可是发现那个方倩有咱们学校校花啊，还有那个跟我有缘的戏花。早说过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可要把话说清楚啊！哎，对，你脑袋刚好，上场真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快换衣服。微微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和肖奈是咱们学校公认的最不可能情侣吗？什么公认最不可能啊？就是校园论坛有一个热门的八卦贴啊，上面把咱们学校出名的单身男女拉出来配对，你和肖奈是最不配。怎么还有这种论坛啊？学校的人可真无聊。小玲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个作业还没写，你写了吗？借给我看看。哎呀，我们哪里不配了？微微，你干嘛跟这么虚幻的东西较真啊？就是论坛上面人家说的呗，就说外形啊、职业呀、怎么说的来着？我想想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，一个清雅淡逸如水墨，一个颜色浓郁如油画，一个是天外的仙人，一个是人间富贵花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还有，我一点都不油，好吗？好冷的笑话。我们职业哪里不配了？都是学计算机的，这叫 IT 双侠。笑什么笑什么笑？你还能想个再难听点的称号吗？一样的专业，没有崇拜感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计算机只是人家肖奈的专长之一啊。哎，那我问你们，他们说谁和肖奈配啊？没有吧？说谁都有人反对。那不就得了？偶像，话说肖奈游泳比篮球更强，哎，也不知道游泳比赛是什么样子的。微微，你怎么这么热啊？你太色了啊！我，你太色了，你太色了！我觉得我好无辜呀！你也色，你也色，你也色！谁呀？想和你游四方，像情侣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小雨没动，分享关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
你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，也是我惊呼一瞥和拥抱的芬芳。这世界风华正茂，可别辜负好时光。又次奉上情欲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肖奈真是文武全才啊。嗯，这个人真是太过优秀了，以后如果真的在一起，我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。待会儿你替我上场。好。大钟说的果然没错，肖奈师兄今天就打半场就下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告别赛嘛，而且替补的大四球员也会上的。嗯。我好像听说肖奈师兄最近车祸了。车祸？嗯，这样长时间运动对身体不好吧？我怎么都忘了这件事了，那他怎么还在场上打球啊？你忘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待会儿大家出去一下，晚上我未必能上网。明天打算做什么？自习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那我帮你占位置。那边有个空位，可不可以往里面挪一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起来？怎么起来？